哎，你们两个过来了，林教授，你们发现什么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有没有发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怎么样？等我站起来。龙先来吧。你们发现什么不一样？都没有看。两个外场。答对了。一，等我一下。这个我们两个。可以啊。这两个外场。他干嘛两个外场？打小了，很准哦，打洞哦。哎，这球传很好，结果接不到。他打对了哦，他打最后一个哦。不好，我不喜欢这样子。这种球应该死吗？对啊，那一球不应该死啊。他们都新装的啊，对啊，他们都新装式的。我说他们都附近学校啊。后排那边专心点。